不纯粹发烧，因为它毕竟这个蒸热是真的，所以应该是清热加点外散。你不是阳气达不到体表吗？我帮你达到体表，清的同时让它散出去，在散的同时可以散热，也可以达到湿止。应该说这种病相对没刚才阳虚阳浮那么多。假如你把阳虚阳浮定义成回刚反燥，那就少见。假如你定义成现在火神派讲的只要真寒假热，那就多见。那这个是真热假，下来是王阴王阳。王的意思是王湿，它可以慢慢减少到最后没了，也可以一下突然大量的丢失。好，王阳，体内阳气大量亡失，而导致属阳的功能严重低下，生命垂危的一种病理状态。我们先看表现，大汗淋漓，其实准确表达应该是冷汗淋漓。这个怎么来的？回到阳气忙时，呼吸一下阳气的作用，推动温煦气化防御之时。没有了温煦作用，它就冷。关键是没有了固摄作用，阳气脱失了，它就出冷汗。甚至这个还可以外延的，严重的可以二便失禁，固摄不住。然后肌肤手足逆冷，那个是温煦问题。倦卧神疲，呼吸微弱，脉为欲绝，什么呢？推动。推动不单只推动血跟津液运行啊，包括激发脏腑功能。这是脏腑功能低下，生命体征都很微弱的一种表现。甚至可以昏厥。甚至可以昏厥。至于你说有没有防病能力下降，肯定有，但是这个已经忽略了。是吧，你说防御功能下降有没有？有。但是这么集中的情况下，你已经考虑不到什么防御功能，所以一般这个不写出来。好，我们再倒推它的原理。那第一个是邪盛正虚，那么邪气长驱直入，尤其像什么呢？比如像烈性传染病这一类邪气很厉害的病，那么真有可能很快就去到这种程度。然后第二个是素体阳虚，即素体阳虚应该是慢性病慢慢发展过的。比如说你原来阳气量 100, 到 80, 60, 40, 20没了。从渐变慢慢到最后，应该说这种状态是最难抢救的。因为它是慢性病发展过来的。慢慢耗竭了，你就算今天把它救回来，可能过两天还是要去。摇下来，疲劳过度，疲劳过度，我估计是跟后面的差不多同时出现的，汗脱下太多，尤其是出汗。先讲吐下太过，吐下太过常见就是要致命的就是霍乱，吐下之余定无完气，你一天上吐下泻几十次，阳气带出来。急性胃肠炎那种大概只能说耗气。另外一个是疲劳过度，我们叫做大汗亡阳，汗孔叫气门，出汗太多把阳气带出来的。这个一般体力劳动这样很少见，只能是剧烈的运动，像马拉松啊，什么铁人三项啊，什么越野赛啊，这一类的比较有可能出现。但是问题假如这一类出现亡阳还比较好抢救，因为他生命机能是好的，本来没有病的，脏腑功能是好的，也可能就是一下因为失水太过把阳气太足来了，同时可能那个是运动的时候耗能太多，
所以这种我觉得抢救及时应该不难。王阳什么字？大补阳气。你们以后学的就是四逆汤啊，就是大剂量附子的那一类。我前面讲的张仲景用生附子的例子，生附子毒性比较大，但药力比较强。但我估计现在很多医院没有生附子，那你就用支附子，再不行就艾灸，艾灸也能救命，别小看它。大补阳气还不够，你注意啊，阳叫做亡阳，它怎么亡的呢？阳气不是外脱就是上脱，它的特性往上往外，所以加上练的钱的，比较常用就是龙骨牡蛎。龙骨牡蛎质地重下降，两个都能固肾。比如说四逆汤加龙某，或是参附龙某、人参附子、龙骨牡蛎这一类，我自补了你的阳气，我还把你练住，不让你往外跑。要不你光是补元气，一边补一边跑，亡阴，体内阴气突然大量亡失，使阴的功能严重下降，生命衰微的一种病理表现。那这种阴气再次不好用，简单换个字都容易理解的，体内的阴液大量亡失，就水分一下丢失太多了。先看表现，喘可烦躁。为什么喘渴呢？失水了，烦躁。你注意啊，阴液突然大量丢失，阳还在，所以它是一个热症，至少是偏热的。烦躁，那手足温的，而汗多欲脱。你注意这个时候的汗，黏的。跟刚才的亡阳不一样，亡阳的汗是冷。你说为什么黏呢？你看呢，亡阴已经大量失水，体内的水分少了，但是阳气没丢失多少，阳气还在，阳气把残留的水分蒸发出来，黏稠度比较高，黏的。然后因为失水了，所以气跟着外耗，体倦无力，脉数直，这两个不一样啊。脉数是每分钟高于90次，脉值每分钟多于140次。阴没了，阳还在，阳的特征显出来。但是由于气随液脱，所以快的来是应该是无力的。脉数值躁动应该是无力的。你这里补两个字。好，看看它的病因倒回来，一个是舌热之盛，热性病，它是高热，假如持续有一段时间，耗阴，特别是那种严重的大面积的烧伤，你整个人都烤干了。第二种是阴虚慢慢发展过来，但我觉得阴虚慢慢发展过来的出现，一下失水好像可能性比较少。你阴虚我都一直给你补，这个好像不那么容易。下来就应该是汗吐下，那个是你说汗吐下为什么又亡阳又亡阴？应该是先亡阴后亡阳。汗吐下首先就失水了，这水丢失的同时把阳气带出来。然后还有其他因素，不管其他因素，基本上我觉得就是热伤阴，另外一个就是汗出下带过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像沙漠的一种困境，烈露量不够。那么亡阴怎么治呢？输液吧，真的，理论上是滋阴，哪那么快滋出来的？阳气容易补，无形的；阴血难补，有形的。虽然古代也有一些方，但是我觉得太慢。你现在你既然是湿水湿液，
那是输液，然后再补阴。王阴跟王阳的关系，理论上可以相互影响，多见是这样，王阴导致王阳比较多见，这个容易理解。王阴是阴液大量脱失，把阳气带出去了。然后王阳理论上可以导致王阴，怎么导致呢？两个机制，一个是阳气脱失了，固摄不住阴液，阴液大量丢失；另外一个是阳气脱失了，化生不了阴液，阴液大量减少。但是我觉得前一个机制的可能性比较大，阳气没了，固摄不住阴液，导致盲阴。你说后面一个机制，我觉得已经亡阳了，来不及亡阴就没了。很少说因为化生不了阴导致亡阴，不需要这一步就已经去了。最后结果阴阳离绝。但是你注意啊，看上去好像很重，其实我觉得亡阴假如不是特殊的病，不算特别重，你不是大量失水。亡阳两看，假如慢性病牵延过来的，或者是急性的烈性病发展很快，这种恐怕不太好抢救。但假如是我体格本身很好，健康人，因为劳倦过度，汗出下太过，这样导致的，恐怕抢救价值还是比较高。接下来，精气血失常。精气血失常包括两大类，一类是不足，精亏气虚血虚；另外一种就是运行或是本身的机能异常，比如说跟气虚同一个级别的叫气机失调。气机失调分气滞、气逆、气陷、气闭、气脱，这种是属于机能的失常，这两类。好，我们一个个过一遍。精虚，按照教科书，哎呦，我不能说教科书错，教科书试图做一个改革，它是顺应了前面的藏象的水谷之精，然后往下下延到这里。你注意啊，其实从中诊到中药方剂内外妇儿一直沿用的精虚就是肾精。那么至于什么水谷之精虚，好像不这样讲的，因为水谷之精最终的作用是化生气血，那么它就已经变成了具体的气虚或是血虚或是气血两虚，就很少说什么肝精虚、脾精虚，至少后续的内容没有，所以我们还是按照肾精虚来讲。肾精虚复习一下，肾藏精主生长发育与生殖，所以肾精虚有几组表现，在小孩生长发育不良，身材矮小，五十无远，巽门迟闭，什么 X 型腿、O 型腿、鸡胸龟背等等。除了骨头的问题，还要注意一个肾藏精精生水，水包括骨髓、脊髓、脑髓，所以还有一个脑髓空虚、智力低下或是痴呆那种可能。成年人主要表现为生殖功能，男子不育、女子不孕，性功能减退。老年人主要表现为早衰，是吧？发脱、齿摇。说起发脱、齿摇，上个礼拜五看病，可能是个例啊。你看看能不能够印证中医的一个理论。来了一个病人，67岁。他是看其他病，但是他告诉我他是8年前做了肾移植。有什么变化呢？原来59岁的时候是满头白发，
现在头发穿黑的。那变成圣齐华在法，那个圣还不纯粹是中医那个圣。那么中医那个圣有解剖结果，你怎么看？或者问他，我说供体多少岁？三十多岁。那么人供体的肾气作用他身上，至少是有变化。这个变化不纯粹是中医观念之圣，也包括了结构之圣。但这是一个个例啊，我还不能太确定。但是至少告诉你们，挺好玩的感觉。老年人回答啊。老年人法脱此爻，然后骨脆易折，骨质增生，同样影响脑水，反应迟钝，老年性痴呆这一类。至于后面这种什么面色无华、疲倦乏力，这有点偏到了气血虚了。可能他想表达的是水谷之精的不足。我们先看看精虚的，一个是先天不足，它本来就不够。另外后天失养，因为先天之精需要后天水谷之精的充养。另外一个就是房湿过度，尤其对男的而言。而精的吸湿泄异常，就是排不出来，瘀阻精道。我们先看表现，排精不畅，伴精道疼痛，然后还有一些睾丸胀痛、精索小核硬结、小夫坠胀。这种应该包括两类病，一个是器质性，可能就输精管啊，或是精索这一类的，确实长了什么东西堵住了。另外还有一种是心理性的，肝气郁结，精不行则气不行则精不行。所以他这里讲的那情志内伤指的是肝气郁结，后面那种什么痰瘀内阻、手术损伤，痰瘀内阻应该指的是器质性病变，有型比较像肿瘤或是其他的一些结节堵住了。手术损伤在那附近做手术搞断了也有可能。至于房湿不结好像有点勉强，因为房湿不结是耗精，除非是一种，以前古代有房中术，那么可能又学人家看了古代房中术的一些书，知道一点又不知道一点，然后就男女性生活的时候就学人家憋精，憋住不排出来，就以为这样就能够补，叫做还精补老。不是这样的，先不说古代房中术的合理不合理，有多干净不干净，那不说那个，只说一些小技术问题。人家古代假如这样用这样做，本身有内修的，他有个炼精化气化掉了，你这没有炼精，不是死精败精轴精堵住了吗？精瘀一般是治疗是用行气活血化痰，同时加利尿药。因为精道跟尿道反正方向位置都差不多。其实我现在等于顺便把治疗原则也讲，所以后面讲后面治疗原则那一章可能就讲得快一点。治疗原则那一章的设置基本上是按照病机这一章来的。你有邪正正出来，它就扶正驱邪；你有阴阳失调，它调整阴阳；你气血失常，它就调理气血。然后湿精，第一个湿生殖之精，湿生殖之精遗精、滑精、早泄，基本上两类病机。第一个肾气不固，固摄不住；第二个阴虚火旺，破精旺行。应该说遗精是向火旺动居多，滑精早泄是肾气不固，
居多。还有一个是精脱，精脱是精泄不止，应该可能是老年人本身比较身体比较差，又比较风流，这种很多是突发性的，但是应该说发病率应该不算很高，发病率不算很高。假如有一例的话，恐怕全世界都会知道，肯定传出来。不成新闻也是新闻。然后第二个，思水谷之精，很少这样表达。虽然这种，那严格来讲，这种比如蛋白尿、乳酶尿这种人体的精华物质从下窍而出，算什么呢？中医算中气下陷。脾主生，生清，清气不生反而下陷，一般就笼统的把它表达为精微下陷，没有很具体的把它表达为水谷。假如出现这一种，我觉得病机至少有两种。因为你这个是从尿窍而出的，所以它应该是中气下陷加肾气不足，应该是两个病机合在一起。你考虑到这两个病机才更加合理。然后气的失常，两大类，第一个气少的气虚，第二个气的运行就气机失调，呼吸一下气机，气的升降出入叫气机，气机失调就是升降出入异常，其中气滞是运行减慢，气陷气逆是升降异常，气闭气脱是出入异常。